出就对啊，你安画飞波，对啊，你画飞波唔是要卖啥？红彩红的咩啊？你我不卖，我较俗。要要结婚呀？你也讲了，都俗都俗啊，都俗啊，都俗的呀，都俗的呀。我来摘了，今天。俗都俗，那个俗啊，你。家人一份300块。你看。不然要黑啊，不然。黑。哇哦。啊。再来困的黑啊。还要来找啊？还要再买两种虾啊？我买三种虾啊，两个虾啊，五个虾鳞哦。哎呀，你就买泰国虾，这个虾鳞。我看泰国虾啊，看泰国虾。我最买就泰国虾。对，泰国虾啊。哎，你老公泰国虾，我不知道。泰国虾啦。泰国虾啊，还想吃呢。那是这家，这家泰国虾。我买了几只啊？用炸的吗？对啊，你叫沙沙的马修巴。沙沙马修巴。对啊。我无看到伊有左腿，我感觉。伊就是讲细骨的，开了，开两把。我想讲，先得来个细。我写晒啊。哦。嘿啊。你再讲。叫你名字哪里？哎，几万几把。哎呀。估计啊，中吧。你等你Hello， 新加坡的朋友你好。啊？本来叫你留下之后呢，自己拿还有。哦，阿姨有拿到吗？有哈。很多啊，下批的那个章鱼脚那些嘛，葡萄一部都没有。下批的干部，章鱼脚干部。不辣干不？对啊。啊，我爱用。现在都无在。对。现在在一挂个无在，就刚刚买它，不过伊这就非常新无。因为我冇买啊。对啊。不然就是这样呢。不然买这个对不？对，老母牛啦。贵啊，贵贵。贵的啊，我等下我晒下来看有没有的。你对的啦。桃园中心。300。啊，有你应该是留言给我老的，我你安尼一抓来，我不会掉。哎呀，新变熊五买，他有。你千万不要。唔好啊，变贵伊啊，拢出来拢无买着，黑啊拢无买着。贵啥贵？你这套不套路啊，一抓刚，哎，现在还买着。没有。300。怎么这么晚来啊？18块。
我知道了，因为一时和缓，你就开始忙了。你别看啥啦，看你爸啊，看你爸安怎？看不了，还不了呗？还不了，对。你干嘛吃过海乌龟鱼？特别爱煎。这次就今天没卖掉，这次就250-250，对。
哎，起耶起耶，哎，几级了？起耶太快，起耶啦！哎呀，你太快了，你直接挂掉而已。这个白车能卖？一级一百啊。那加了个，加了三百。差不多，白带鱼吗？那个，我要讲什么？帮我按到600个赞，剩6个，快点！帮我按到600个赞，快点快点！300，贵得300，这2L，贵得300，这2L的，2L的，上大的，最大片的，你爱看这出大地啊，2L的。这两百块，两百两百个。什么物件？安娜。哈哈，你较细声。你讲啥？你讲一百一百啦。你几啊买？你先。哈哈哈。我老是旁边招你。你有啦，一尾一公斤，因为一手六公斤加六尾嘛。嗯，那一尾一公斤的。伊那一尾，那一手六公斤。你个豆点白吧，他。有点起来没有什么。当然是喽。我叫一个。哎、欸，我查查。正常的啦，正常的啦，习惯就好了。习惯就好了，习惯就好了。谢谢，拜拜。习惯就好了，你们已经很习惯了。那个选举的人，你有在线上吗？我的声音好不好？选举的人，你有没有在线上？Thank you.
都认识的，都是认识的人。走了没？是怎么了？走了没？走了。你不要拿，不要拿下，不要拿下。500啊，80。很喘嘞。不要拿下，真的。那个人还在线上啊，看着检举人还在线上。你怎么知道？一定他现在看啊。宝宝，这个宝宝，两只。你要小心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上礼拜检举的。上礼拜吗？上礼拜的。上次去西屯也是说上礼拜检举。哦，上礼拜检举，下礼拜来就对了啦。隔山打牛。那个上礼拜检举的啦，上礼拜我不知道是谁啦，反正就是那样子喽。开心就好了。我现在刚才看快笑死了，那金发举起来，左右的摊贩赶快把，这么搞，左右的摊贩赶快把口罩戴起啊！不用再讨论了啦，不用再讨论了啦，因为都走了，不用再讨论了。那个今天已经2.5小时了。北部有这种叫卖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我妹有在永和拍过啊，在永和拍过那个什么小旋风。小旋风在永和市场，黄昏市场。然后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可是后来他就不让人家拍了，我们就没办法拍了。那个是广东的，一只五十。哎，就是买300。没有啊，没有缴钱嘛、啊，那个就是劝导而已，没有开单嘛、啊，只是来劝导。应该是啊，就我知道应该是啊，说不定有缴钱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个好像是中和还是永和吧？你去找一下永和小旋风还是中和小旋风，就知道那个摊位了。200块就要。那个箱子裂掉了，好，箱子裂掉了，是综合的哈、哦，综合的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影片，综合的小综合小旋风，海瓜子跟哪家咖啡冻好喝吗？我问一下，跟哪家咖啡冻好喝吗？不好喝。海鲜跟哪家咖啡冻好喝吗？这个好喝，好喝吗？好甜哦，好甜哦，好喝，但是好甜哦。